人都会有情绪，若不懂得适时的疏导，轻则败坏情志，重则没完没了使人崩溃。烦躁、压抑、埋怨等情绪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，只有了解他们，才能管理他们、控制他们。名家论坛即将推出情绪管理，台湾著名教授曾仕强将与您一起辨认情绪、剖析情绪、管理情绪。人是怎么来的？西方人相信人是上帝造的，达尔文告诉我们人是动物进化的，我们中国人说这两个都不是，凭什么说上帝把我们造出来？凭什么说我们是动物造成的？中国人讲话最简单，一句话大家都很清楚，你把你自己搞成这个样子，人是自己搞出来的，我们是自己把自己做成这个样子，这是我们的看法。你看，人生只有一个规律，没有人例外，就是自作自受。我们一向把自作自受也当作负面的说法，其实不一定。我自己做的好饭，我自己吃起来很愉快，也是自作自受。我自己做的事情，我自己要享受那个成果，不管好坏，这才叫自作自受。我们每一个人要替自己负起全部的责任。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人依赖性很强啊，中国人呢不能独立啊，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，讲一大堆，我都不太相信。我问你，谁能替你做，谁能替你做主，谁能替你负责任？谁？最后还不是你自己要承担，大大小小事情你自己都要承担。所以各位早点觉悟啊，人必须要替自己负起全部的责任，你就不会把责任推给别人。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，然后自己就不负责任。不负责任，你要负起那种不负责任的后果，那更痛苦的。各位，各色各样的人生经历造成了今天的你，我相信这句话大家很清楚。各位有发现呢、人在一岁跟十岁当中其实都差不多，没有太大差异。年纪越大他差异越大，差异越大，就是因为你自己不停地积累你自己，就造成你的不同的样子。你的长相也是你自己造成的，我想这全世界慢慢都认定了，就是说18岁以前你长成什么样子是你父母生下来的，18岁以后你长什么样子是你自己，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搞出来的，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的样子，把自己搞得未老先衰的样子，把自己搞得昏头昏脑的样子，那不是你自己，不然谁会做这种事情？我们童年的情绪负债成为我们最早最无辜的债务，你不要终身摆脱不掉，但是偏偏有很多人他就是终身摆脱不掉。我们不断的想压抑，但是最后感觉到越来越不安，所以我们必定要想出一条路来，否则这样下去没完没了。我必须要说明，每一个人大多数都是没完没了，最后不了了之，我们尽可能的不要那样做会比较好。我们曾经讲过有一种依赖型的性格，我们稍微来说明一下什么叫依赖型。就是他常常在好坏喜恶之间造成自己很大的困扰。我这件事情是好的吗还是不好的？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，你很难分好坏，有太多事情跟好坏完全没有关系，也没有善恶。可是我们经常在善恶好坏之间，我们自己找自己的麻烦。你去看电影的时候，只有小孩子会问妈妈这是好人坏人，可是越来越长大你就不知道
哪个是好人，哪个是坏人。分好坏是不切实际的，因为你分不了。好人也会做很多坏事，坏人也有很多好的表现。他人是好中有坏，坏中有好，这才是比较实际的东西。可是我们经常动不动就要说，我好吗？我是坏孩子吗？你看小孩子经常问，我是坏孩子吗？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两个字叫做自居，自居就是把自己比拟成什么。你看男孩子经常自居是爸爸，女孩子经常自居是妈妈，所以慢慢的他就要跟爸爸学，慢慢他要跟妈妈学。我们今天因为爸爸太忙，所以小孩长期跟妈妈在一起，入学以后又碰到很多女老师，所以我们很难的看到真正的男人，因为都女性化了，这是很麻烦的事情。所以女老师太多也是很麻烦的，但是你为了弥补这个，你一定要强制的搞多少个男老师，有失去上的困难。人类女性化、中性化，其实都是情绪负债。所以我已经在说明，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我们是无可奈何，但是无可奈何就要靠你自己来把它调整。只有小孩子会问，我可爱吗？我会叫大人讨厌吗？但是有些人会把这种情绪带到大人，带到成长，你糟糕不糟糕？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有人一开口就好像他还是六七岁的样子，叫做长不大。有很多人是长不大的。一个人到了二三十岁，他的表现还跟小孩一样，这个人就叫长不大，就叫长不大。但是我们很多人他是长不大的，就是依赖从前，依赖父母，依赖这种好坏的判断。记住，一个越成熟的人，他越没有这些困扰，因为他会告诉自己，你没有办法分的，人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，只是他这件事情做得不对而已。你不能说这件事情做得不对就是坏人，这件事情他表现很好，而不见得他是好人，哎，你就成熟了，你就不会因为他做了这件坏事情就把他整个人把他扭曲成坏人，你就不会。你看有人看到某人就讨厌，你就对他有成见，看到他你情绪就不安，看到他你就想发脾气，这些都是不正常，但是我们经常这样做。控制型呢，也有三个大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们在对错之间，我们才徘徊。我做对的吗？我做错了吗？老实讲，你又怎么知道是对，怎么知道是错？我不知道。你一定要慢慢使自己成熟起来，说不要老在这种二分法、这种两极化当中，你就增加自己困扰。我会成功吗？谁知道？我顺便讲一下，世界上根本没有成功这回事。你告诉我谁成功了？你告诉我，秦始皇成功了吗？没有。汉武帝成功了，他们都非常了不起，但是成功什么呢？一个人的表现经常被后代人所否定，因为时代是进步的。为什么说长江后浪推前浪？就是人类不断的有新的发现，就把老的发现把它掩盖掉了。科学不断的证明人类是错误的。所以我们常讲一句话说，你今天的努力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以后的人证明你是错误的，要不然人类就不可能进步了。谁能够说我讲这话千句万是都对？
因为时代一改变，环境一改变，你就不一定对。而且那时候所谓的不一定对，也不是叫做错误，只是不合适当时的而已，也不叫错误。严格讲起来，也没有什么错误的。哎，大家就慢慢知道了。当你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你就越不会黑白分明，你有很多灰色地带，你就不会对错两极端，你会知道当中对中有错，错中有对的范围会慢慢的扩大，那你的情绪就比较平稳。另外呢，我聪明吗？我是不是很纯呢？谁知道？谁知道嘛？什么叫聪明？会投机取巧的人就叫聪明吗？那可能是最笨的人，因为你吃个亏一定最多嘛。但是我们现在都很喜欢看那种书，啊，我得到好处，但是我不违法，我是最聪明的，那不见得，因为你良心不安嘛。他没有把良心算在里面。我坚强吗？我软弱吗？谁知道？大家去想想，最软弱的人其实是最坚强的。你看水最软弱，但是水滴滴滴就把那钢板就滴穿了嘛。你真的要在钢板戳一个洞很难呢，可是水它没有做什么，滴滴滴，哎，穿了。天底下最软的、最硬、最硬的、最软，它是变化的，它不是固定的。你看风吹来的时候，最硬的东西先断了，软的东西反而不会断。为什么我们喜欢竹子，就竹子它不会断了？又回去了，再吹，它又回去了，它不会断嘛。你那种很硬的，一下就断了，一下就断了。我必须要说明，我们从小受到父母这种二分法的影响很严重，特别是国小的老师那种二分法是很可怕的。你看小孩子一答问题啊，老师就讲错，你怎么知道他错？你看中学老师就不太敢讲错，因为他懂得不知道什么叫错。大学老师会说，哎，这个也可以，那个也可以，什么都可以，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对错。懂得越多越不敢说对错，懂得越少越敢说对错。现在我们又提倡说人是要竞争的，我们常常说我做的有价值吗？对不对？谁知道你做的有价值没有？谁知道？你把这个电脑开发出来是有价值的吗？你看现在很多人在电脑做做做，就死在电脑上面。你不晓得害死多少人。我讲很清楚哈，人类发明钞票是为了让我们买东西方便。可是人类很快就变成钞票的奴隶。人类发明电脑是为了让我们记忆、计算种种的方便，但是人类很快就变成电脑的奴隶。你看现在为了打高尔夫球，那糟糕的很了。我觉得发明高尔夫球的人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人，就是说看到这些有钱人，谁都管不了他。谁都折磨不了他，他就发明一个高尔夫球。人发明东西本来是为了帮助我们过好日子、过好生活的，但是最后都来折磨自己。你看汽车本来是用代步的，现在不行了，你要买名牌的，你要买汽油吸吸容量大的，你要买这个要买那个，弄得从小就开始很严重的扭曲自己，因为他没有人生目标了，他没有。
我是男子汉吗？谁知道呢？我是真正的女人吗？没人能够答案的。我必须要说明的，世界上很多事情是黑白分明的，但是太多的事情是黑白不分明的，它跟我们所分的这些完全没有关系，完全没有关系。但是我们会把自己深深的陷入在这里面，造成我们自己不安宁，别人也不愉快。我常常讲，今天一件衣服啊，如果没有那个名牌在那里，你真的不知道它好坏。谁知道它好坏？哎，你这衣服怎么质量那么差啊？是这个牌子，那很好很好。你看，那奇怪吧？那奇怪。有些人更妙，就是要把那个名牌弄得很明显的。我是从不穿那种衣服，为什么？我出钱，我买衣服，我还替你做广告，免谈。现在没有，自己做广告。最起码他给你钱，你还替他做广告，差不多的。那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自己找的麻烦，自作自受。我们建议各位开始改变你自己，正向或者负向的，它是可以共存的。我们一般人都是不是正就是负，不是负就正，不是对就错，不是错就对。我再三说明，那个是不切实际的，那是幻想的，那是只有增加你的苦恼了，不能解决问题的。你现在慢慢要了解到，你不要去分这个，你就很愉快了。你看小孩回来，考试就考试，没考试就没考试，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。考及格就考及格，不考及格就没有及格，他没什么了不起。你要知道，那个小孩子考不及格的时候，他自己有压力。你骂他，说不定他就没有压力了。到最后，小孩子就变成我是为你读书的。然后他一毕业就把所有书烧掉。现在很多人这样的，大学毕业哦，从此不看书。因为我已经替我爸爸妈妈看那么多年书了，我还在看，他们也老了，差不多了。就是你常常问他考几分，常常问他你这懂不懂，常常问他这个为什么不行，那他就认为说，哦，原来我是替你读书的。那你不是好心做坏事？情绪不可能很简单分成正负好坏善恶是非，不能。但是我们偏偏是往那个牛角尖去钻。每一种情绪，这就很重要，都是有价值的。那你多一种体验，否则你的生活永远不完整。我问你啊，当你开车来到你所要的那条街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想，我是向右拐呢还是向左拐？你不知道啊。你知道在这条街，这条街就是我要找的，但是我要找的目标是在这边还是在那边都有可能，因为你不是那么熟悉，所以你就先让右拐，右拐不对了，你就开始后悔了，我怎么选择错误了，为什么走冤枉路了，然后你情绪就非常不安，然后你就死了很多细胞。自作自受，我不是这样的。我那个车子过来，我一发现根本不对，我就想，哎，幸好拐错了，不然我一辈子看不到这边的景象。我如果知道我一下往那边拐，我永远不会看到这边。然后我就看了，哎，这个很难得的，都看了，我就很愉快嘛。反正你已经走错了，你已经消耗了时间，你已经浪费了精力了，你再增加自己的苦恼，你干嘛？大家慢慢会听到，这样算不算阿 Q 呢？你看阿 Q 是我们最痛骂的，真的要好好去想一下。人不能老这样，但是偶尔这样是很有乐趣的。这句话就对了，你老选错了，你这是糟糕的吧？
哎，我一方面知道我以后问路啊，要问他在什么路口的时候是在左边在右边，我多问一点，减少这种错误。但是既然错误了，我就享受这个错误，那心情完全不一样。我想我已经透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当你心情改变的时候，你整个的情绪就跟着改变了，就跟着改变了。其实现在科学家已经证明了，你看到一杯茶，你先说它很好喝，它就真的会很好喝。你说算什么茶？它就真的很难喝。这是很科学的。以前我们会认为这乱讲。人类有这个能量，科学已经证明了。我们正向负向，并不代表好跟坏。我们的错误就是正的都是好的，负的都是错的。那阴阳那就糟糕了，那阴的都是好的或者阳的都是好的，那就没有阴没有阳的嘛，那只有一个嘛。我问你，花是红色的好看还是黄色的好看？一句话哦，如果全世界人都认为红色的好看，那我们就很可怜，我们永远只有一种红花，其他花都不见了，没人种也没人买，没人插的嘛。我们很幸运，就是有人喜欢红的，有人喜欢黄的，有人喜欢这个，哎，它在各色各样都有。不要要求一样，没有必要。我说清楚，有些事情是要一样，有些事情让它不一样，其实反而好，反而好。但是我们的要求是大家要一样。你看小孩一进学校穿制服就要穿制服，你穿的跟别人一样就是不行。其实你到美国去看，美国是没有制服，但是大家都喜欢穿一样的。这个人类他很奇怪的了，你要求他一样，所有人都说我非跟你不一样不可，你说无所谓怎么穿都可以，大家不约而同他都一样，因为那些小孩子都不太喜欢跟人家不一样。你看妈妈带他去买衣服，他说我要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穿这个。妈妈说你穿这个不一样，他说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穿不出去。你去试好了。人天生的有一点反叛心，你叫我东我偏西，你叫我西我偏东。特别是中国人，你看我叫你坐，你就坐，站得比较舒服。我叫你站，你说我为什么站？对得很，我要坐。我有很多事情是十拿九稳的，各位都可以去试。你碰到一个中国人，你问他说你最近好不好，他会怎么回答？他会说还可以，他不会跟你诉苦，也不会跟你说我这个很好，他都不会。你问他你最近很忙吗，他会告诉你也不会。你如果问他你最近比较空对不对，他说忙死了。你去试好了，因为他都有高度警觉性。你最近比较空啊？是，来来来，帮我忙，完蛋了，那不完蛋了，那自己害自己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赚了不少钱，借我300块。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。我们必须要了解，当你把是非分得很清楚的时候，你就整天闹情绪。所以我今天讲一句很清楚的话，我们的教育教小孩要是非分明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他一辈子痛苦不堪。大家要好好去反省这件事情，因为越长大他越知道根本很难分是非的，很难。小孩子很容易分是非，因为他懂得少。人随着年龄的长大，他的价值观会改变，他的认知能力会不同。这就是我们所讲的，你要随时去调整你的观念，然后你就会让你的心情越来越愉快，你就可以使你的情绪越来越合理。你如果还把以前的观念带上来，把以前的方式一路带上来，那就叫做长不大。长不大的人都很苦恼，都非常苦恼。
你看现在很多有钱人就开始自己要受罪了，啊，他一定要穿休闲服，其实他心里整天在那里操心，穿休闲服有什么用呢？然后一定要穿带个背包，你一辈子没有带过背包，老了也要勉强自己带背包。我在美国很久，我就一辈子不带背包，我就想受你这种约束，我没有理由，没有必要带背包，不行，带一个，里面没有东西，拿旧报纸装一装，自作自受，自作自受。人要同中有异，异中求同，而不是完全一样，也不是完全不一样。你看，我们又是在这个灰色地带。哪一天我跟你一样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感觉；哪一天我跟你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也没有什么感觉到很奇怪，我就自由自在。现在我们很难摆脱这个，但是我们会一步一步的，让各位听完整个的课程以后，你会感觉到那是很容易做的事情，不难。大家听到现在，你慢慢会知道说，情绪其实是靠自己去调整。我们以前认为我们以前一直认为情绪是没有办法的，你拿它没有办法。那如果你拿它没有办法，就无从管理了。哎，你就想到那我开始要压抑、要控制，那不对，那不叫管理，那就是控制嘛，那就是压抑嘛，那哪里是管理？我们要管理，不要控制，因为无法控制，更不能压抑。我们要让它很合理的释放。有没有方法？一定有。你就要按照这个一个一个去走，你会越来越自由自在，你就感觉没有压力，然后身体越来越好，精神越来越旺盛，然后你的理想，这时候你就觉得人生很有意义。我也看到太多成功的企业家都跟我讲，他不晓得他在干什么，他真的不晓得他在干什么，就是他没有目标，他没有理想，他才会觉得很彷徨。人需要钱，但是钱不能解决问题，不能，有钱是买不到幸福的。科学给我们很多知识，科学也没有办法给我们带来幸福。千万注意，人只有靠自己，求人不如求己，自己要替自己拿出一套办法来。谢谢大家。